同学，那你平时下课的时候会运动吗？有啊，为什么没有呢？运动那么好玩，有益身体。那你假日的时候会运动吗？当然会啊。哦，好，那请问你是否同意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是 DMC 嘛，然后我们是要做增加体格，那你是否同意我们要增加体格？同意啊，让大家都有。好，谢谢。哦，那我可以问你，你下课的时候会运动吗？不会。哦，是哦，那为什么？因为不想吃中。哦，好，那所以假日的时候也不会运动吗？对。哦，好，那你同意增加体育课吗？同意。为什么？你是下课都不会运动？因为这样可以增进感情，然后上体育课也可以加健康。好，谢谢。嗯，我要打篮球啊。好，你要写对还是打篮球？第一啊。哦，那你刚刚说你要打篮球。来，大哥。我是做 DMC 的，然后快点的，你就说我那个体育课你喜欢吗？还是你上你下课有运动吗？有，你有运动？确定？那你放学的时候不会因为那个补习班不会因为补习班然后没办法运动吗？会。哦，所以你运动时间是比较少的人。对，比较少。好，谢谢。